据台媒体报道，陈怡蓉和医美诊所执行长薛博仁今年初在纽约登记结婚，26号在泰国清迈举办婚礼，早上迎娶，下午是结婚仪式，晚上设宴款待185位宾客。结婚仪式上，新人不敢搞笑，无厘头本色，甚至互抢麦克风。薛博仁调侃新娘英文不好，数学不佳，随即宣言，想把我的全世界都给你，不是从今天开始，而是从我们认定彼此的那一天起，永远都是。陈怡蓉先是傻笑说，我都没有准备耶，接着回应，谢谢你那么爱我，以后我们要生死与共，紧紧握着对方继续走下去。最后二人深情接吻，接受众人祝福。结婚仪式上在清迈的露天场地举行，含亲友机票、住宿以及前晚迎宾派对，26号所有活动和宾客伴手礼，小两口共花费近1300万台币。下午2点，陈怡蓉挽着爸爸的手缓缓步入会场，由父亲将他交至新郎手中，薛博仁掀起他的头纱，脸上掩不住笑意，陈怡蓉凝视着他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交换结婚誓词时，薛博仁幽默感谢介绍人戴天意的陷害，让陈怡蓉走进他的生命，小说他英文和数学不行，但他会当他的翻译机和计算机。薛博仁甜蜜说，我想问你，你知道幸福是什么吗？幸福对我们来说，不是大鱼大肉权倾天下，而是每个小小的心愿都能达成的美好，想吃的时候就一起去吃，想悲哀的时候有个人可以用力的去爱你。陈怡蓉向宾客抱怨，他还说他没准备，他调皮回他，就跟小学生考试一样，都说自己没准备，其实我今早想出来的啦，这是一个比赛，但新郎还有些紧张。陈怡蓉戴戒指时一度戴不上，在场见证的演艺圈好友还有何润东夫妇、翁虹、陈毅、沈建宏、郭品超、蒋玲丽、制作人王佩华和导演曲友宁，最后新娘丢捧花被大学闺蜜接到。